好，现在总统府国安会议之后呢，有了最新的说法，表达强烈不满，而且三项制裁即刻起全面启动。来看最新的说法。中华民国政府要求菲律宾政府在5月15号零时对我方在5月11号所提出的四项严正要求，也就是正式道歉、赔偿损失、尽速彻查事实、严惩凶手，以及尽速启动台菲渔业协议的谈判，因为菲律宾政府授权不够、诚意不足、反复不定，马英九总统表示强烈不满，无法接受菲律宾如此轻率敷衍的结果。今天上午7时，马总统召开国安高层会议后才是即刻采取冻结菲劳申请、召回我国驻菲律宾大使，以及要求菲律宾驻华代表返国协助妥善处理本案等三项制裁措施。另外，马总统也在会中才是，如果菲律宾政府在今天下午6时前没有办法满足我方的四项要求，政府将再采取第二波8项跨部会的制裁措施。总统也指示行政院在今天上午10点举行国际记者会，由行政院长江宜桦院长率相关部会对外说明政府立场。以上就是今天总统对于国安会议高层会议。好的，我们看到的是总统府的最新的回应，表示即刻启动了三项制裁措施。